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汽车有锅频道。10月20号所开数字有01102327及36啊，我们没有中哦，可是尾数一样又是中两只，傻眼！你看尾数是零尾跟三尾啊，那我们猜到一那个10没有猜到啊，以及23哦，就猜到两尾数，可是没有中哦。啊，真的是老天鹅啊！对不起，anyone，各位，对不起大家啊！你画一只鹅啊，真的是老天鹅啊，没中啊！然后看一下星期三哦，10月21号星期三的部分啊，这部分九尾可以做参考哦。九尾，你看几期？一二三四五哦，有5期没出现哦。那今天部分啊，我7尾我没有去猜它，因为那时候是礼拜一猜7尾啊，我没有继续用，这是一个蛮失败的地方。好，那9尾部分我还会继续用哦，9尾部分是可以猜的啊。那9尾部分呢，可以猜什么尾？那什么数字？好，看一下哦，最近推荐的。好像并没有很预期如此这样子顺利。好，那我们看九尾部分啊，这个部分我可以推荐是29跟39啊，29啊，这边数字跟39啊，九尾啊，推荐29跟39。你看三下，你看几乎都还是有明显有那个跟39在一起哦。你看这几期33没出现哦。那33发现它跟39是一起哦，可以推九尾的话是29跟39啊，可以用用看啊。哦，这是一个部分，19也是可以哦，可以用哦。那我这一期的话，我推荐两个九尾啦，29跟39啊。那今天这个纸张呢，已经用完了。那我用新的纸张，希望能够带来一个新的好运。啊，那这张我就不用它了。那今天用新的纸张，希望能够带来一个好运气。好，我今天写一下哦，10月21日哦，10月21日哦，星期三哦，金财539是109年的253期啊。253期哦，那今天猜测是九尾啊，九尾比较有可能的，29以及39啊，这九尾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数字哦，另外一个我有看到那个08的部分啊。你看零一哦，零六零一，你看零六跟零一之间还是有08这个格局啊。我们往上看哦，你看14跟还有06以及08比较机会的可能性。嗯，六啊以及一啊，那02很久没出现哦。你看02很久没出现了，那我还就过于冷了，我就没有再继续用哦。你看02从这一期哦，九月几号？9月12号，一直到现在，已经是明天的部分了，已经到10月21号是明天哦。零二部分已经1、2、3、4、5有5周没出现了哦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推荐个08给大家做参考，08的数字啊。好，八尾部分推荐08。那我觉得三尾还是有可能性哦，三尾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看这一张哦，最近都一直出现23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哦，你看，
有没有？2333就在这里。那我三尾化可以再沿用一个33啊，33可以参考啊。你看04啊，我们看一下四尾的部分啊，04部分隔起来是有33啊，跟23之间哦，你看0423之间哦。那我们看到36这边啊，你看36这里啊，也是有可能有七尾的部分啊，可是它大概是27啦。好，那我在想有可能有七尾，那七尾部分我今天就没有推荐了，那今天可能就有推荐五只数字的部分了，我今天就不带，就不拿这么多的数字了，因为拿这么多数字好像没有意义。好，那我今天再抓个三尾的数字是33哦，以及一尾啊，一尾这边哦，11的可能性哦，这里啊，这边可能隔周出现11这个数字啊，在这里的部分看06隔起有11的数字哦，开这里你看06这边啊，错中开啊，你看因为11跟16，我们找往上看哦，你看11与16之间的可能性，你看11与16有没有11跟16、啊、之间啊，所以我抓一个11啊，互相之间的关系啊，隔一期是关系啊。好，那这边部分我就推举就是一尾的部分，一尾啊，推荐一啊，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三尾啊，三尾推荐一个33啊，33的数字哦，对对牌啊，我原本今天是抓一个22，不过今天的数字哦，刚好都是。都差异啊，差异差很多、哦，傻眼哦！都刚好开隔壁，有时候这种数字过热、哦、就开隔壁。你看，09刚好开，他开10，然后22他开23，有时候这也是很尴尬的事情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没有中不代表。还是不会中，还是觉得还是有中的可能性啊。好，我们往后看。好，再来一个三尾33哦。三尾的部分啊，推荐33这个数字啊。我今天就推荐这五只啊，我就没有推荐到六只哦，今天就推荐这五只啊。因为33部分是上周都还是有这种数字，你看。33紧接着有机会啊，33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推荐这几只数字给大家做参考、哦。这五只啊，九尾、八尾、一尾啊，跟三尾啊。好，那我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与支持，好，拜拜，晚安。